大家好，二鬼子汉奸，美国的贸易代表戴奇发了关于中美贸易关系的讲话。他在推特上将这个讲话的英文稿全文贴了上来，而且生怕中国的观众看不懂，又把这个讲话稿翻译成了中文，全文贴在了推特上。我呀看了一遍其实这篇讲话呀是杀气凛凛的。我看了很多国内的自媒体抓住了一句话，就是戴奇说将就贸易问题与中国展开坦率的对话，从此引申出了很多的东西，巴拉巴拉一堆，结论呢就是美国又跪了，美国很需要中国呀，这个是非常断章取义的。你可以上推特上看一下这个讲话的原稿这个原稿是很长的，不能摘出一句话来，然后引申出很多东西来。其实我们看了这个讲话的原稿，就能得出一个结论，杀气凛凛。戴奇呢，还是以命令式的、威胁式的还有威逼式的口吻，让中国呀要遵守美国所提出的条件。如果你不遵守的话，他会对你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总结起来大概三个方面我给总结一下第一个呢，他说呀，中国未能达成川普时期的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他说呀，中国呀在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还有采购美国的商品，尤其是农产品，以及金融市场开放准入方面，中国呢履行了很多，让美国呀看到了很多的好处。但是，那么履行的还不够，尤其是农产品的采购只完成了62%，还有38%没有完成呢。同时他强调，中国在签订贸易协议之后继续加强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体系，这对美国是最大的威胁。记住这句话那么他说呀，几个月后将与中方的官员进行对话这个对话的主要内容还是中国如果继续加强以国家为中心的和非市场的贸易的做法的话他将会采取一些的手段，那就是第二个方面了。对吧？那么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呢？首先就是不排除采取单方面的贸易措施，包括启动301调查，还有加征更多的关税。他说呀，我们将使用我们拥有的全部工具，并根据需要开发新的工具，以捍卫美国的经济利益，不受到有害的政策的影响。同时再强调一下，有害的政策呀，就是中国加强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政策。所以这个戴奇的通篇讲话呀，就说出了核心了我们和他的分歧主要就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政策。你看他巴拉巴拉一大通对吧？主体还是在这里。那我很好奇不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政策，那要以什么为中心呢？对吧？其实我看 Reddit 美国的一些红脖子反而觉醒了，认为美国恰恰是不搞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政策。事实上任何国家的经济都是要以本国的经济为主的。你不以本国的经济为主，你以什么为主啊？所以戴奇这个讲话是很荒诞的但是，对吧？这个讲话的威胁的意味是非常非常的浓的，这里面就有将使用我们拥有的全部工具，并根据需要开发新的工具，那就是要使用美国的工具箱里所能用的关于贸易战的一切的工具。将会全部打出来的，那么已经有的工具不够的话，他会开发新的工具的那么新的工具是什么呢？我们拭目以待吧。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全面向中国加征关税了。那美国的很多商品涨价了怎么办呢？所以他说将启用关税排除工具。他说我们的目标不是与中国的关系进行紧张，而是要保持持久的共存，对吧？那为了持久的共存呢？一些美国需要的商品，我们就把关税免掉我们不是紧缺的，这个关税不但要征，还要继续的加征，对吧？所以很多人也抓住了这一句就是我们的目标不是激化与中国的关系，而是持久的共存，对吧？也得出来美国很需要中国，美国又贵了。你要知道这句话是有前提的，你结合前后文的，对吧？它反而是更加的强硬的同时美国的鞋业协会、服装业协会呢，也都出来说了，
对吧？中国生产的鞋呀，中国生产的服装，我们很需要的啊。那么鞋和服装呢，可以免除这个关税。那么美中贸易委员会呀，说呀，对戴奇的这个讲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为什么谨慎乐观呢？就是美国贸易委员会呀，代表的呀，就是这个美国的对华的一些利益，对华的贸易啊，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领域的，对吧？那它乐观的部分呢，就是美国对华更加强硬了啊。但是谨慎的部分呢，就是说的它这个关税排除工具，对吧？他也说呀，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商品呀，只有中国能够提供，别的提供不了啊。戴奇的排除工具会不会全面的把这个我们需要的商品都给排除掉呢？对吧？大概就是这么个东西啊。我们之前啊看到很多的新闻，就是贸易战之下呀，美国的很多的协会呀反对川普的贸易战，对吧？譬如美国的大豆协会啊，因为中国进口的少了，包括美国的服装协会等等，之前也说过，对吧？加征关税呀，让美国人买服装的价格提高了，那个时候都激烈反对的。但是啊，戴奇这个讲话之后啊，他们都是欢迎的，都是欢迎的，对吧？为什么欢迎呢？一方面吧，我觉得民主党啊，在美国进行了统一的工作，统一思想的工作。另外一方面呢，他给你留了个口子，就是啊，关税免除工具。这个呀，让我想起了之前啊，我们说限电啊，限电这个说是推高美国的通胀，对吧？我就说嘛，推高美国的通胀啊，你增加这个出口关税就可以了吗？很多讲，哎呀，不能表现得这么明显，让美国看到了又有借口。其实还是从美政，还是贵美政。人家看到了有借口，你就害怕他有借口吗？啊，因为害怕他有借口。那你搞个你们臆想当中的所谓的停产停电呀，非常荒诞的一个事情啊。那么你看美国人家啊，给你全面加征关税，加得更高，但是啊，又给你弄了个关税免除工具。其实关税免除工具的反过来就是针对相关的商品加征出口关税嘛，对吧？所以啊，我觉得呀，我们如何应对呀？就是美国给哪个产品免除关税，我们就给你加出口关税，对吧？你不想免吗？啊，你这个美国加征关税，依据美国的需要，对吧？我全面提高关税啊，加更高的关税，但是我很需要的东西呢，我又给你免关税，你免我就给你加出口税，我觉得应该这么搞啊，应该这么搞，对吧？对吧？不要觉得动不动就哎呀，搞得太明显了，美国人看到了有借口了，这不瞎扯淡吗？这个贸易战都打了好几年了，都到这个步了，谁还在乎什么借口不借口啊？对吧？而且呀，它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开发新的工具。这什么呀？这什么东西啊？什么叫随时开发新的工具啊？对吧？不都讲美国的法制完善吗？新的工具啊，就是法律没有规定的，我随时就可以拿出来用的。这个本质啊，就是国战啊，是国家利益之战，没有那么多道理可讲的，没有那么多道理可讲的。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吧。那么，总之啊，戴奇的这篇讲话呀，还是杀气凛凛的啊。尤其是在贸易方面，接下来呀，美国可能要做到极致的，对吧？同时，戴奇呀也给你留了个口子，如果中国按我这么做的话，第二阶段的贸易谈判继续；如果不按我这么做的话，没有第二阶段的贸易谈判了啊。所以呀，过两天，对吧？他说我和中方官员的会谈将决定了会不会使用这些工具。所以啊，戴奇的这篇讲话呢，其实也可以理解成为接下来几天的中美官员，尤其是贸易方面的官员的会谈，制造气氛，制造舆论，同时呢向我方施压，就是这么简单啊。那么目前呢，美国能够施压呀，是有它一定的倚仗的啊，倚仗的还是美元的全球结算嘛。但是啊，美元的全球结算以前也说啊，它不会突然倒掉的，对吧？那么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老讲呀，美国啊，要完蛋，美债呀，要崩溃，对吧？美国无限印钱，要混不下去了。可问题是啊，一个剑客手持利剑，他明明看着就要完了，他手里的剑他不会用吗？他一定会用，对吧？这个剑是什么呀？就是美国的这个狮子航母舰队呀，甚至包括他的核武器呀。美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他真的要崩溃的话，真的出现巨大的金融风险，巨大的债务风险，对吧？经济上就要崩溃的话，他的武力他不会用吗？我觉得应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啊！我一会儿会做一个视频，对吧？详细的谈一下这个事情。
没有国家会傻到苏联那一步被忽悠瘸的，对吧？这个后来普京都回过味儿来了，我有核弹呢。如果苏联当年想通这一点，何至于此啊？一样的，对吧？那苏联就是被美国忽悠瘸的，难道美国不懂吗？美国一定是懂的。所以呀，对吧？还是要做好啊非常坏的打算的。不要寄希望于啊美国，对吧？因为债务问题，因为金融问题就崩溃了，就像苏联那样，啊，就那么崩了，怎么可能？对不对？他手里的武器呀，一定是会用的。如果真的到那一步的话，真的到那一步，他一定是会用的。那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喜欢的请订阅一下。